力橫掃五大洲，各個政府都忙住諗辦法救市。最近連內地銀行股以及有大笨象之稱的匯豐都一同遭殃，金融危機已經進一步升級。全球金融界的專家一連兩日集合在亞洲金融論壇，發表對投資市場未來的預測。I'll give you three surefire investment conclusions. Anything related to the Asian consumer, number one. Infrastructure, number two. Alternative energy technologies, number three.不管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还是在平稳的时候，中国的这个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在全世界属于非常快的。 You should become a farmer and you would be a lot better off in the future because farming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great industries of the next 30 years. 被誉为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的罗奇指，环球经济长期处于两极状态，欧美过度消费，而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就过度储蓄。要再次发动地球村的引擎，就要靠内地的力量。他说内地第四季经济增长有6%-7%，但如果按季比较，实质增长可能就出现轻微下跌。Saving is a word most Americans have forgotten how to spell. But Asia, with its surplus savings, now faces.The flip side of an external demand shock. 早前内地出现保八的口号，意思是保护8%的经济增长，中央推出了十招扩内需、40,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的措施，重点发展内需、农业、资源业、电力、地产等行业。但罗奇认为，要对抗欧美经济衰退带来的出口下跌，内地就必须加强刺激内需。I think the biggest opportunities would be to think about the next mega transformation in Asia. And as I said in my session just completed, that's the likely emergence of the Asian consumer. 欧美经济陷入衰退，亚洲区接棒为火车头。花旗预测今年亚洲经济增长约为5.5%，较2007年的9%下跌近40%。而一些过分依赖出口的国家，好似是新加坡、韩国等，受到的冲击可能会较大。个别地区和经济衰退的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，尤其是出现一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。新加坡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负增长，韩国会有一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，香港我觉得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。花旗亚太区经济分析师黄益平说，随着环球经济在下半年渐趋稳定，预期亚洲经济增长较欧美强劲，不少资金将从欧美流回亚洲，亚洲货币对美元将会出现升值。亚洲货币过去几个月因为金融危机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打击，但是如果是下一步经济稳定下来的话，大部分亚洲货币我觉得可能会相对于美元升值，那么我们最看好的可能就是人民币、印度的这个卢币、印尼的这个卢币和这个韩国的韩元。在各国政府积极推出救市措施下，信贷紧缩的情况已经好转。他说亚洲经济有机会在中国的带领下率先反弹，预期今年内地经济可能在首季见底，第二季反弹。由于不少企业的股价已经跌至历史新低，黄益平说今年的投资机会比往年多，他建议消费股以及受惠刺激经济措施的资源股等等。经济增长在大陆的话，我们预计今年有8.2%。现在很多经济数据比较疲软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库存调整这个过程。库存调整如果结束了以后，生产可能回弹会非常快。实际经济当中的需求，像投资消费和。